我是《民论时报》记者庄永山。今天我们在高雄市大士区佛光山的附近，我们有一位很用心经营的农友，是我们王启勇先生。那么他这块地呢，已经种了这个几十年。最先呢，听他讲是农用地，后来政府把它编定为，这一个未编定。那我们来听听农友的心声，来请这个我们黄大哥来讲一讲你对这一次政府好意要来补助玉荷包欠收，您的看法来。庄记者你好哈，我用台语讲较流通啦哈。好好。因为这荔枝吼，阮这荔枝，阮郑家进吼，我民国61年退伍加进，对不对吼？郑家进已经晓得将近40几年。啊，阮这的农地吼，原来原本就是拢种农牧用地，是安怎会改做占米偏丁？占米偏丁的当期是哪？因为阮知影过去就是农牧用地，是这老水库隔壁溪遐做拿水源，啊改做阮这改做水源保护区。所以一路拢改做占米偏丁，啊占米偏丁，这地北占米偏丁吼，阮拢总无意见，阮嘛唔知改安尼许袂要紧。上重要就讲，即届的荔枝的天然灾害要救助，即个占米偏丁，伊写占米偏丁，即个一路拢无补助，只有农牧用地咱会使。占米偏丁无补助无代志，讲国有财产局的迄种地啊，无所有权的迄拢总补助。阮只有所管的灾难，只一路拢无补助，这是足无公平的所在。啊，佫有一点就讲，你甲补助这类物件，有当时啊，我感觉的啦，实在讲来，这是政府的德政，是好的现象啦。啊，是拄啊就变几工啊，然后用心要做这项工课，毋过内底细节做到无求之啊，安怎讲呢？你甲讲像阮大树夫这啦，占未偏定的地，几乎啦，要占一半。哦，拢无用地遐一半，啊，占未偏定遐一半。你甲讲补助，记一个咧，我的隔壁一支山，双平面，这边写占未偏定，那边拢无用地，占未偏定要甲补助，即相共即个人相共隔壁，拢无用地有补助。你讲即个农民心何感想啊？伊心理上会平衡吗？这是德政吗？这些人何以面临？我咧讲啊，讲有当时啊，讲系感慨加讲足无奈啦。安怎讲？你拢无用地，恁补助的是天然灾害救助办，无啥是一直拢要甲阮补助呢？结果进嘴我甲听，一直拢讲阮大修这个玉荷包区这有拢有补助，结果甲听开吼，补助的补助部分尔啦。后壁的人作一个假死啊，唔是咧拍扑啊，恁的德政吼。恁的德政不是足侪人咧拍波，有部分咧拍波，隐隐的应该唔去作细声啦。假死啊！我咧讲，我阮做事人吼，较土人啦，讲嘴较土嘴的。迄波土无底，就是臭干辣椒咧，你讲怎样？我之前吼，我那捌讲过呢，迄、那个陈副主委有当面甲讲，伊讲要了解看卖啊。但是我认为讲，这地阮做事人足大个无公平。吼、哦，你讲若是讲。这种物件，天然灾害叫吧？你到阮实际上，阮要补助，还小可，还弥补，还这些人有一个开通喘啊，对不对？你补助一分地9000块，那伊这些人是一感谢，唔过问题无几个得到，而且我一半得到，一半无得到。哦，这五万恁政府机关恁这些主办单位这些吼，会当体谅这些农民的心声，啊，那会当尽量吼，会当了解讲，或实际去了解，啊，有落实到恁的德政。有就是到互百姓感受到，我感觉安尼吼，恁做出来工课，当然得到大家赞同。今仔日咱听到黄大哥讲出一半以上农民的心声，你来甲看遮真多，即个树啊吼，拄啊新两粒，请问因的生活变怎？啊，政府去。既然有这个心，咱来做彻底，袂使予这个农民一半欢喜，一半伫遮咧怨叹。
遮咱的德政就要好好啊，甲完成啊，咱这个新的政府哦，这个咱蔡英文总统啊，林前院长拢是哦，这个受人尊敬啊，咱农委会曹启宏啊，主委马西哦，伫管政府啊，做管长，尾啊，即马来做主委啊，应该对咱这个农民的辛苦爱有了解吼、哦，啊，这个时阵，大家农民足辛苦的情之下，不管安怎样，一定爱想办法来吼、哦、帮忙这农民啊、哦。今日啊，希望咱这个黄大哥这个呼吁啊、哦，咱的政府单位会当听会到啊，帮好这的民众，因为政府。为便利，这是政府呢。你这个疏失是安怎讲呢？你是安怎他无要紧甲这个哦地甲变好些？这明明就是拢牧用地，吼、哦、啊！你要甲些歪歪便利，这已经几啦冬无作为，所以政府呢爱负起这个责任，未使甲这个责任来予这个艰苦的农民啊受到这种的。公益的对待，好，这是咱《民论时报》啊，底家啊特别来呼吁政府，啊，我们来反映啊民众的心声，希望把这个桥梁呢，建构好，让民众感谢德政而没有怨言啊。这是《民论时报》记者在这边采访啊，我是庄永山，谢谢。